開始明白咗就係、是、我發脾氣係冇用嘅，我寧願我試到佢得為止。Wise 嘅朋友大家好，咁我係 Jayvin， 咁我依家係香港滑板青少年代表隊嘅成員。咁其實我即係我由細到大都係一個唔愛煩嘅人，即係慢慢慢慢開始明白咗就係、是。我發脾氣是沒用的，我寧願我試到去得為止，那就開始個人的態度有少少轉變，開始就由一個不耐煩變成一個隨和的人。你有興趣，即是你想去做的事就盡力去做，不需要你外界人的目光怎樣看，最重要是你自己怎樣看你自己，只要你肯堅持下去，總有一天大家都會成功的，加油！